两个人的金牌。为什么金牌只可以有一面呢？为什么不能有两面，让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呢？去年我参加了暑期游泳训练班举办的游泳比赛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泳比赛。我很认真，很认真的练习。我幸运的得到了一面自由式的金牌。我还和阿公约定，再拿下两面金牌，给阿公当礼。阿公走路比较慢，要等他。拍摄哦，行路较慢吼。英伦啊，哇，安怎？你参加比赛有得奖无？得第几名？第一名。哦，真好真好。安怎？下晡安怎？下午还要参加仰式比赛。哦，好好好，希望你再拿到第一名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好好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嗯，谢谢。下午的仰式比赛，我的好朋友小薇也参加了，我们俩都像水车一样奋力的往后滑波，到达了终点。妈妈高兴的恭喜我。游得太好了，我想你应该可以再拿下一面金牌哦，恭喜，太棒了。不过池边的阿姨却告诉我，第二名吴英伦，请到讲台领奖。我急着问妈妈，妈妈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看起来你好像是第一名才对啊，可能是裁判角度的问题。那不过没关系，第二名也好棒啊，第二名好棒哦，英伦。不棒不棒，明明是我第一名的，是评审不公平。颁奖的时候，站在中间冠军位置的竟然是小薇。不要，哇，站上去。小薇靠近我，轻声的对我说：“拍谁哦？不要再讲了。”生气又失望的我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我气得向妈妈说：“我再也不要游泳了。”好好的拿，别把眼镜甩下去了。我不要比赛了。接下来的蛙式比赛，我只拿到了铜牌。那天晚上，阿公安慰我。又来了哈！啊，我的帽子忘记戴了。英伦啊，怎么心情不太好呢？罢工捶捶背啊！我的游泳比赛取得了第二名。第二名很好很好啦！阿公跟你讲哦，我日本时代的时阵啊，读迄个公学校，你们台语听得懂吗？台语听有无？听有，我就讲台，我就讲国语好了哈。我以前啊，日本时代打那个公学校，我们都没有什么游泳比赛啦。比赛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游泳池，就是一个大水窟啦，把它挖成一个大池塘。我们那里啊，每天这样玩，玩一玩，还有牛大便会飘过来哦。哦，后来呢，学校的老师啊，就把那个你也听无啊，啊，无你听你讲这边好了，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我告诉你啊。我们学校的校长跟老师把那个水塘挖成一个游泳池，我们好高兴好高兴，每天有游泳池可以游泳，我们都非常高兴。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游泳比赛还有金牌可以拿，你拿到第二名哦，就搞就搞的啦，哦，不要为了给阿公拿金牌就生气，心情不好，这样太不值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放轻松一点哦，高兴哦，哦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阿公的安慰反而使我哭得更伤心了。爸爸也约我去散步。英伦，怎么了？心情这么不好啊？怎么阿公跟爸爸是同一个人呢？啊，阿金啊，波浪都是安尼哈，只好撮合着用好了啊。哎，你怎么会太伤心呢？第二名很棒很棒了啊！哦，我记得爸爸以前赛跑的时候，回头一看都没有半个人，我想过几名啊？哦，
虽然我最后一名运动会都没有我的事，可是呢，我也不会放弃哦。我在运动会的时候啊，我知道还可以做什么事，我可以做海报，铁豆变体啊，哦，好，然后可以做海报，我还可以做啦啦队歌，我还帮我的同学啊擦汗，还帮他们倒茶水。其实我在运动会里面我也过得很快乐啊，而且同学得到金牌的时候我还跟他一起分享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不要为了拿到银牌就不高兴，加油好不好？好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因为爸爸和阿公的鼓励，我又像鱼一样快乐的游回游泳池了，享受游泳戏水的快乐。开学后学校举办校运会比赛，现在我们班要来选这个仰式游泳比赛的选手，以拿过金牌的选手优先。我记得上次的金牌应该是小威吧，是不是啊？不好意思，其实上次的第一名是英伦。哦，是我。是这样吗？英伦是这样吗？是。哦，那我们尊重小威的意思，我们就指定英伦参代表本班，然后成为仰式的游泳选手。啊，对了，你们两个都游得这么好，还可以参加我们本班的200公尺混合四式的游泳比赛啊，好不好呢？好，那我们一起为本班加油吧！来，就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从那天起，我小威和同学四个人常常约好一起练习接力，一起加油。那天的仰式比赛，我为了回报小威给我的机会，我用尽了全力拿到了第一名。当我拿到金牌的时候，我兴奋地跑去拥抱小威。这面金牌应该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。最后的接力比赛是小威这一次唯一参加的一项比赛，我要和他一起分享金牌。出乎意料的，我们四个人在惊险中拿下了金牌，我们高兴的在池边跳了起来，大家兴奋的欢呼。耶！原来。金牌不只有一面了，还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可以请爸爸过来这边一下吗？全员集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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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集合。对啊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爸爸比主角还抢戏的啦。爸爸，你以前有受过演那个戏剧的训练吗？帮我打开。最佳男主角哦。是。那这次你们排练大概花了多少时间？不能告诉你。这是秘密了。秘密吗？我们排练时间非常的短，因为我们从花莲来。从花莲的搭上花莲6:15火车，到现在8:30到达会场，他们总共练习了2.5小时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这样子的哦。2.5小时就有这样的成绩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都帮好，谢谢大家。